老一趟。各位贵宾、老师还有各位同亲爱的同学，大家，今晚来讲晚安。晚安。我是一个从，应该是从零分，应该是负分的音乐，应该是负分的麦拉斯。哦，还有这麦拉斯啊，老师尬聊我这麦拉斯哈，跟肖老师在那个无敌社大学习口琴哈，算是实现我一个年幼的一个梦想，从来没有不敢想象在音乐当中我会这种东西哈。然后由于有口琴这个班级，我参与了口琴的学习，那也很感恩我们肖老师的热情，还有他让我感觉到，原来学音乐没有，对，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。好、哦，那在音乐的当中，学音乐的当中，也让我学习到说，原来音乐真的是可以透过学习让你自己的耳朵打开。我非常高兴，我记得我第一堂课在上的时候，老师在讲什么我都听无啦。伊跟你讲懂了，比方说拉西多虾英文来下简谱的时候，我还要在底下说一二三四五，哦，开始说。哦，所以我的肖老师真的教学让我感觉到，他可以平移到你可以从一个麻将子的人慢慢累积到现在，还有一点小小的成就，就是小小可以站在舞台上跟大家一起分享，所以我真的是佩服肖老师的功力。不得说，他刚刚有讲过，不能再赞美他，可是我不由得还要再赞美他一次，真的是很棒的老师。还有，我要赞美一下，赞叹一下我们班口琴班，因为目前啊，听说目前是硕果仅存的口琴班。那我也邀约各位亲朋好友哈，如果你觉得您的音乐一直是你一个梦想，跟我一样有个梦想，你想学一项乐器，不妨从口琴来入门，因为真的是口琴是一把小小的乐器，可是它让我感动是它可以做出非常非常令人心动不已的乐器，而且这唯一我会选择口琴唯一的也是因为它轻巧，而且不知道人地人知道你的这项乐器哦，较无压力啦，较会当故事啦。哦，你哦，来秀一下，秀一下哦。那真的学不会的时候，真的会有挫折哈。会感谢肖老师安排这样的舞台给学生哈，让学生有一种勇气站在舞台上面。所以不管老师点了功夫，我有想跟他一样，哎，遐拢是我的，未遐拢是你的，这是我学的。会遐的是恁的，会遐是我的，就是我的，未遐拢是你的哈。啊，所以在学习的过程非常的开心。还有我们班真的刚刚有一位那个日文的老师，真的听得相当的仔细哈。那是我们口琴班的算是A奖，A奖的老师嘛，那是教日语那个老师哈，真的听得非常的仔细。我们有两把刚刚站中间那个真的是目前我们班最棒的最棒静音，他从开始学就一直不放弃，每天一直练，包括练技巧练到你知道吗，真的人家说哈，学音乐真的是不断的让动作练习，他们真的学到那个嘴巴都破了，我想说奇怪为什么他们可以吹的节奏打得那么厉害，原来人家是有苦练的啦，啊，那么可怜哦，所以要为怎么唱一下嘛是有关联的啦，所以也感谢今天来这边跟大家同欢，也感谢肖老师给我们这样舞台，那也诚挚的邀约各位亲朋好友，如果你真的看了这一场音乐会，你想要学一个音，不妨就从口琴无敌，目前无敌。